终于可以前往英国最大的湖区 Lake District 啦，真系超级期待啊！我哋第一站就系先乘坐火车去到 Penrith Station， 火车站步行几分钟咧就会去到市中心噶啦。除了有 Morrison 和 Booth 等等超级市场之外，亦都有很多 charity shop 啊、小店啊可以行街街的。而火车站对面呢就是 Penrith Castle 啦。呢度咧就系 Penrith Castle 啊！呢个 castle 咧原来系喺14世纪嘅时候由呢个 roof 嚟到建成啊！系啦，哎呀，咁我总之如果想知道多啲关于呢个城堡嘅资讯咧，其实呢度成日都会有导赏噶，咁所以大家就可以嚟到参观下啦。好啦，咁我哋行下个 castle 先。后嚟我揾到资料啦。呢、这个 Penrith Castle 其实是在14世纪后期嗰阵，由 Ralph Neville 为咗保护呢个地方去对抗苏格兰军队嘅时候使用噶。不过后嚟就俾格洛斯特公爵用咗嚟做豪宅咯。但系而家围墙咧已经成为公园嘅一部分，可以免费参观噶啦。之后朋友就嚟火车站接我哋去湖区嘅森林小屋啦。车程距离 Penrith Station 大概廿几分钟啦。呢、这个 Fernet Well Lodge Retreat 真系超级靓啊！整个小区都好有度假村嘅感觉。一入屋有宽敞嘅大厅，同埋有 open kitchen。而我哋呢间 lodge 咧有三间房同埋三个浴室噶。而最正梗系呢一个露天嘅 hot tub 啦。系啊 ，hot tub 啊，系咪啊？呢、这个你做个 hot tub 啊？你觉得点啊？暖，舒唔舒服啊？舒服。好不好玩啊？好玩。咦，好靓啊！成个环境都。第二哥，你怎么玩啊？啊，好啦，我阵间同你玩啦吓。一朝早食完朋友煮嘅美味早餐之后，我哋就向 Lake District 第一个湖 Use Water 出发啦。期间仲见到劲多羊咩咩添啊！哇，超级多羊咩咩啊！走喺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估应该至少有200-300只啊！佢哋咧头先仲有飞奔添喎，劲啊劲啊劲啊！跟住所以咧吓，附近咧系超级无敌多羊咩咩嘅屋，我都要非常小心啊！如果唔系就会随时踩地雷噶啦，好危险啊！好危险。大约20几分钟车程，我哋就嚟到今日嘅第一站 Era Falls Park 啦。因为我哋嘅目的地只系 Era Falls 瀑布，来回家影相2个钟一定 OK 啦，所以喺呢个收费停车场咧，我哋就买咗6磅2小时啦。而呢度旁边亦都有一个 National Trust 游客中心，有地图同埋少少纪念品售卖嘅。而我哋喺旁边嘅步行径上山，沿途都系好容易行嘅山路，旁边咧就有小溪涧，感觉都好舒服啊！行咗10多分钟就到啦。一开头我哋去咗瀑布上面嘅桥啊，之后我哋沿住对面嘅楼梯落去，就可以见到更加靓嘅瀑布景观啦。而周围慢慢影完相之后，沿途翻去都见到好可爱嘅咕咕植物啊，仲有大平原、啊，梗系要跳下拍一拍凌空相啦、啊！耶、yeah, ，成功啦！揸咗20几分钟车之后，就到我哋下一站嘅湖边小镇啦。一个叫 Casmere 嘅湖边小镇，咁呢度咧就佢嘅 Main Street 啦，咁所以沿途咧都有好多 restaurant 啦，亦都有好多 shops 嘅，嚟啲 gift shops 啊，或者啲得意嘅店，咁我哋阵间都去行下，而家快啲搵嘢食先。我哋揾到一间食 fish and chips 嘅店铺，价钱咧都合理嘅，跟住仲有唔炸嘅鱼食啊，真系实在太好啦！啊，食 fish and chips。其实 Kenswick 小镇都几好行噶 ，Main Street 有非常多有趣嘅店铺，卖衫卖鞋，卖纪念品、精品店、手工艺店，林林种种啊，真系超级多啊 ！One Piece， I'm Pirate。呢条街咧都有好多精品啊，开心啊，我真系行下。估
想不到在这里都见到 Peter Rabbit 的精品店啊，还以为在明日的 Windermere 小镇才有添，里面有超级多兔仔的精品啊，文具、餐盒、礼品、公仔、糖果等等，真是超级多啊。Peter 就好得意啊，明日就会去他的博物馆啊，真是超期待啊。今日最后一站就是来到 Keswick 小镇旁边的湖泊看湖景了。我们来到地图上显示的 Surprise View 的地方，这里同样都有个收费停车场，步行几步就到湖边了，好近了。啊，我们来到 Surprise View 了，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有几个 Surprise View。 好靓哦。好靓啊，成个景都是超级海洋啊，天望的时候是180度来到去看这个湖景的，好靓啊。这个湖呢就叫做内塔尼亚湖啊，你又唔记得咗？系乜 ？Dan 唔系啊 ，Dan 咩 water 系啦，我补翻喺度。Dan 落 water 系啊，就系呢个 water。我哋沿路翻小屋嗰阵，经过湖边都见到教练带小朋友玩独木舟啊！如果开喺呢个咁靓嘅湖泛舟湖上，就真系好 romantic 噶。翻到小屋享用美味嘅晚餐之后，我哋就好好休息啦。第三日我们就前往 Lake District 里面最大的湖 Windermere 啦。在 Bonus on Windermere 码头有几间小店和一些吃 fish and chips 啊、雪糕等等的餐厅，还有超级多鹅啊、鸭啊这些添啊。这个 Windermere 的码头呢，这个 Bonus 的码头超级多鸭啊，跟住仲有那些我们之前在这个网页买了游船和蒸汽火车的 package。我们会先由 Bonus 码头搭40分钟船去到 Lakeside 码头，跟着我们行一分钟就会到旁边的蒸汽火车站了。每班火车都会配合船期，所以不用担心的。跟着我们搭18分钟怀旧火车就会去到 Heavenway Station。价钱呢，成人就24.5磅 ，family 两大最多三小，包括15岁以下呢就71磅，这个已经是来回车票和船飞的了。而这个呢就是 timetable 了，买完飞在码头兑换实体票之后，当日就可以坐任何一班船和火车的了，最紧要梗是没 miss 了最后一班船啦。而我们今天就选择先在 Windermere 市中心行街和参观 Peter Rabbit 的博物馆，下午先出发去游船和搭蒸汽火车的。我们来到这个 Peter 兔的博物馆了，我们又去看看。我的 Funny 啊， come on 入面是怎样的呢？成人要走磅啊！我想去看啲，我谂下先。结果我都系买咗飞入去参观啦。里面总共有7个小区域，一入到去咧就会先有一个影院，简单咁介绍一下 Peter 兔嘅来历同埋故事。其实 Peter Rabbit 喺屋企系排行第4噶，而佢嘅出现咧已经有成100多年历史噶啦。我哋而家进入 Peter Rabbit 嘅世界啦！入到嚟咧，我哋见到有好多兔仔啦，有好多咧佢哋唔同嘅场景啦，有一啲咧佢哋嘅朋友们啦，跟住咧仲有嚟佢哋食嘢嘅餐具啊，跟住仲有佢哋住嘅森林啊，都有好多嘢，好得意啊！仲有好多啲 Peter 兔喺度。生嘢食啦，喺度打交啦，跟住喺度趴喺度啦，跟住喺度食萝卜啦，同埋喺度啊抱住个猎人嘅，啦下巨兔。其实 Peter 兔的故事是由 Beatrix Potter 在1893年开始创作的，在1902年第一本 Peter 兔的故事书面世，之后在30年期间他都创作了很多故事书，在英国甚至海外大受欢迎。
后来因为 Beatrice Potter 搬咗喺 Lake District 生活，所以博物馆就顺理成章喺呢个地方开办啦。嗱，呢位咧就系 Beatrice Potter 啦。所以其实我觉得咧，有放嚟去参观咧都系好抵嘅。咁我谂，尤其中意兔仔嘅朋友啦，又或者小朋友啦，都应该会好中意呢个地方噶。咁虽然我系嚟到呢个 Windermere 嘅地方咧，都好推介可以嚟呢度参观一下噶。参观完当然就唔少得要嚟睇下精品啦，咁所以咧，其实一出已经有一间精品店可以俾我哋去消费噶啦。参观完就够钟上船啦！哇，我哋而家出海啦，请问你有咩心情咧？好期待啊！好大个湖，我哋真系要游晒成个湖，我谂要一日时间啊！冇错啊，一定要啊！同埋因为呢个咧 Lake District 咧，其实系英国最大嘅湖泊嚟噶，而呢个最大嘅湖泊里边，呢个最大嘅湖咧就呢个 Windermere 啦。系啦，好多游人噶，系啦，好多游人噶，咁所以我哋咧今日就做游人。你睇今日，哇，阳光真系好灿烂，万里晴空。我哋游完之后仲会做啲好劲嘅嘢噶。就是期待看片，整个船舱总共有三层，都好宽敞的，下层亦都有吧台，有简单的餐饮提供，湖景非常漂亮啊！等我都拍一张靓相先。一落船之后就会见到指示牌，其实旁边就已经是火车站了，真是超近啊！落船后等十分钟，蒸汽火车就会开出噶啦，所以去完洗手间就啱啱好啦。哇，呢个就系蒸汽火车啦！我哋而家一齐上去啦。火车系十分旧式嘅感觉，车厢内部都超级怀旧 feel 啊！哇，好有种福尔摩斯年代嘅旧式车厢感觉啊！由 Lakeside Station 出发，大概18分钟就会到达噶啦。好搞笑啊！我哋头先搭嗰架火车咧就系呢一架啦，咁但系咧，当佢去到站嘅时候，佢头就甩咗出嚟啦，跟住甩完之后咧，就变咗呢一架火车啦，跟住佢咧仲喺度喷烟、喷烟、喷烟、喷烟咁样嘅，好搞笑！点解个蒸汽火车头会甩咗嘅咧？后来就知道原来火车头甩出来之后会在另一条路轨移师去回火车的另一端，以方便火车回程之用的。你看看他的头回来了，见着整个过程啊，真的觉得很有趣啊。而这个 Heaven's Wake Station 的建筑都很漂亮的，还有个 gift shop 啦，有一个小型儿童游乐场。因为原班折返的话，转车时间啊只有10分钟，有少少赶啊，所以如果时间充裕呢，可以乘搭下一班车回程就最好啦。我哋最后都超紧张啊，差啲赶唔上车啊！讲多次，哎呀，真系吓死人啦！我哋搭完火车同埋搭船回程嘅时候，都有 board game 伴随住我哋啊。而翻到去 bonus 码头咧，临走梗系要行下手信店啦。临走都喺呢个纪念品店度买下嘢先，跟住我就见到有呢个 ginger 味嘅朱古力，我想买啊！所以其实已经买咗啦。好啦，我哋之后再见啦，拜拜。今次 Lake District 嘅旅程虽然只有短短几日，不过可以同朋友一齐相聚，一齐游湖睇瀑布，一齐食大餐玩 board game， 仲有一齐浸 hot tub， 好正嘅 hot tub 啊！真系好开心啊！欢迎大家 like、subscribe 同埋留言。爱沙之语 get 之旅，我哋下次再见啦！